好像没有人。我去拳击馆了。那怎么好意思呢？我转旅馆了。啊？真没人？都一人送一个点了吗？现在？啦啦啦啦啦啦啦！又没枪。啊哈哈！我落地找到九八 K 了。这把九八 K 我不会再卖给你们。要自己玩了吗？我落地 M 二四。我决定使用一把九八 K。稍微高级一点点。好，我落地 AWM 兄弟。哎，三级套齐了，看来是老天眷顾，把空投放到我这里了。哎，给把枪啊，大哥，这么。再给我一把 M 四或者 SCAR 或者 AK。谁啊？不知道。谁呀？谁在你附近吗？我在你附近，我枪都没有，我这你干嘛呀？完了，不是我，反正不是我扔的。那兔子要拉啥了？兔子，小鬼，你太无聊了吧？往天上扔烟干嘛？我什么时候扔烟？你听谁说我在扔烟呢？不无聊，你不无聊啊？你真是，大树也扔不过来啊！哎，有人往我房间里面扔烟，有人，有人，有人。有人，你小心点。那有人的话，他为啥指望你们这扔烟呢？他没枪，跟我一样，我是个裸体吧？你还没枪呢，我下来找你。我一把枪都没有。我吓得我赶紧抱起了九八 K。别死，我来保护你了，我来保护你了。完了，你看他妈的阿杰这个，你看阿杰和你看阿杰和这个的，阿杰和这个。仓鼠王、仓狗王，你们两个在干嘛？别人都知道没枪来保护我，你他妈，你们两个，流星雨，你要死不了，死了再说嘛。在哪呢？没人呐，没人。人生，负责你说吧，这是你过来保护我的。你扔的？来，过来。这把只有你是对我好的，来，给你个二级。更加魅力。这两个人真的无动于衷，到现在连问都不问一句，直接在那里玩。咋的了？无动于衷，真的。我很肥。你肥他妈，老子死了怎么办？我们看不上你那些破烂。你看，日久见人心。你都说了那个人是个裸鸟，跟你一样没有枪，那我过来干啥？日久见人心，不说了。不是，我真不是你说的那种。仓鼠王是没骗人，小鬼他妈英雄潇洒，风流倜傥，宇宙无敌，天下诸一，东北之天下无敌，对，冲破江天下无敌，整个人都天下无敌的人，你都打不过那个人，我去了又有什么用？他说的好有道理，我竟无言以对。